提货。我叫烂企鹅 FFF Tomo。大格货。やばい、真っ白だこれ。サザブラウス。Tomo好意晚安。牵手天月小时候，谢谢你的薰衣草，薰衣草。Hello， 中干你干你干你。ちょっと前髪がちょっとパックリなんだわ。あれ、ちょっとちょっと猜猜看我在哪里？你们猜得到的？大家猜是吗？是哪哟？嗯，今天不是要去录台日号什么吗？那是录影呐，那是录影，不是今天。中日，欸，是不是那个？请南大主厨是不是播放了？大家就是边看直播边看那个节目，好不好 ？Record 好意小薰，嘿，企鹅五番暗红，中日一笑笑阿奎，哦米南米，杨雄，嗨岛风，小薰今天有点可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每天都可爱，小薰，嗨罗克，明远，维诺，本来想早点下班回家看《型男大主厨》，结果上班有事情。哦，真的、哦，辛苦你了。奶奶 ，Hello， 奶奶，好久不见，明远功夫。奶奶，小薰，《型男大主厨》正在看，有拍到我吗？你们好可怜，都在喝芥末水，哦，真的是哎，哦，那个真的是哦。看完再说，看完再说，我不能就是爆料，不能爆料。天天，嗨维诺，空包吗？托摩，谢谢你的礼物，谢谢中肯尼尼的薰衣草，谢谢托摩的草莓。双马尾的日，马友要绑双马尾吗？就是在等你这一句啊。托摩，谢谢你的草莓。嗨，奶奶，好久不见。吕先生，杜武，可以帮你带喝吗？可以啊，请，真的。你们可以试看看，就是水加一点点，不是加一点，但是真的很多芥末，那芥末水根本就是芥末味道。香葵、丹丝、鸭胆丝 ，Hello， 哈利桑 ，Hello， 阿葵，谢谢你的春，香草，燕尾、香葵，你在美玲家、哦？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刚刚有看到吗？你在这啊？这个是美玲的那个。刘海卷，刘海那个，すごくね。すごい音する。STU48 の公園帰りで新幹線乗ってますだって。いいな。いいな。Hello， 大家好。博弈、鸭皮、香葵、Joy、小白兔、小白兔。嗨，九个圈圈。嗨，土豆，谢谢 Cake 的爱心小蛋糕，谢谢你的爱心小蛋糕。坤坤，解个黄鱼 ，Joy， 谢谢你追踪我。美玲声音出演了，对他等一下也要开直播，原来是美玲家哦，对哦。沙鲁，二人で何してるん？今日はね、特別なことをしましたよ。刚进来的时候有听到他的声音，真假的？啊，始まったね。新南大叔，不是大叔，是大主厨。すごくね。って、ん？誰だ？課長、今日は二人一緒なのね。そうだよ。乖乖。正在看新南，你们那一对都没有吃到，真的超可怜的。收看中，乖。嗨，风凉。新南大叔叔不是大叔叔，他们是大帅哥们。风凉。等会还有雨晴的节目要看，好忙好慢。对，对，连播できないじゃん。连播はしなくてもしなくても、ここにいるんだもん。だってここにいるんだもん。ね、聞いて、今日はだ、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拍完应该有吃到，没有？我跟你们讲，没吃到就是没吃到。我也以为就是没吃到的东西可以偷偷吃，但是呢，没有吃到就是没有吃到，因为他们就是一次。录很多集，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吃，真的没吃到就是永远吃不到。Hello Michael， 嗨宣言，一全十美，居然对呀、啊，坤坤和勇哥，我也以为可以吃，而且那个我去年也有去过型男大主厨，那时候是可以吃的，但是这次好像要录好几集，
所以没办法。Hello, Ikan, 谢谢你的小浪花。妹喊こんばんは。めちゃくちゃドンキ。そうなの。今天第一次去了唐吉诃德，超开心的。今天，而且我今天没有排队，我今天排了好像五分钟吧，十秒，十秒。外面是十秒，然后外面哎，那个里面进去里面还要排一下下，就是可能五分钟左右。对，唐吉诃德要开箱，但是我没有买什么东西。对了，袜子。白って持ってきてめっちゃ行ってきたよねビール。そう。袜子。ミレちゃん、そうだよ袜子。我在美玲家。嗨，九零恩，在游戏里面有听到唐吉诃德的歌。你说咚咚咚咚 key 吗？那只企鹅。咚咚咚咚 key 咚咚咚。哎，而且这是两个。因为我很容易水肿，所以呢需要很多很多袜子。对，人很多吗？跟日本一样是二十四小时吗？对，二十四小时。那今天还好，人是一样多，但是没有排很久。嗨，斯可沙布可卢，我不在，我不是勇哥，你不是勇哥，你是谁？你在哪儿 ？William，Hello William，Hey Rex，Rex。哎，大家好，这个两个买了两个，而且超便宜的，傻眼，它是39块，我39元だったの。你出现在电梯里啊？电梯啊，不是电视里呢？对，我在电视里，还有在你们的手机里，好忙好忙。茄子味，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常去唐吉诃德买东西。对啊，那很方便。嗨，中意，我快被面面笑死。你说那个哪个部分？お茶は違う。これはダイソーで買った。これドンキホーテ。白玉麻薯，麻薯，白玉麻薯。これはミレちゃんと一緒に食べる。おやまさん、鼻で笑っとったなって言われてる。嗨，キョウちゃん、七兄弟，モモ店长，直排五分钟吗？差不多，对。レカ，谢谢你的草莓，谢谢北秋。Cookie，Hello Cookie。来来来，都来 ，Hello， 来来都来。阿翔 ，Hello， 哪里的电梯有麻友？告诉我，笑死。嗨，七兄弟，谢谢你的草莓，谢谢你 TTP 朱里恩的草莓，谢谢七兄弟的草莓。哈喽，你得过来，好了，ドンキホーテ行ってきました。チャカズソックスかけるに一超。嗨嗨，麻友，阿水 ，Hello， William， Hello。然后，这样，过来，纳豆，纳豆。买了纳豆芥末水，好喝吗？我跟你讲，我以为是什么节目效果，然后就是我以为是喝起来也没有那么呛，结果呢呛到爆炸哎！我喝了喝下去，然后好像等了15秒，就是辣到不行，辣到完全没办法说出话哎，就是什么话都没有想到，就是我昨天什么纳豆。妈有买到唐吉诃德了，恭喜！对啊，厉害吧？吃后麻油啊？没有啊，这个是跟美玲一起吃的，好吗？还有，チキンラーメンちょっぴっとだけつけてどれでどれどれが？なんて言ったかわかんない。チキンラーメンちょっぴっとだけ食べてどれでどれど？吃后麻油。嗨，奶茶。想叫他扎推，但是他坚持不扎推，只推美玲。你说勇哥吗？勇哥就是啊。当地的食堂是呢，そう、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納豆は臭いだし、なんで納豆を買うのか。いや、美味しいし、マジで。那臭豆腐也很臭，但是很好吃啊。納豆也很臭，也不是臭啦，就是香香的臭，你知道吗？对，这个是必买的东西。还有，那你过来啊！ここ明太子おにぎり今日の晚餐，今天的晚餐啊，错的，梅子不是梅子，梅子饭团，今天的晚餐。小心麻友变胖，我还爱，没关系，你还爱就好了。麻薯二号，你记得有一个粉丝叫山葵，然后他的绰号叫做麻薯二号，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他欠揍。阿波桑在唐吉买了快7000块，好奇买多少，400块而已。因为我买零食这样子，但是舍不得，也不是舍不得，就想说ダイソー大创也有卖啊，然后其他什么家乐福呀、啊，那里也有卖，
所以就是对。你现在在朋友家吗？对，我在小三美玲家。嗨，小五南宫，谢谢 Marklock 的手礼，本手礼，谢谢哈六伞的玫瑰，谢谢哈六，不是小五，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谢谢哈六伞的玫瑰 ，Hello Hello， 谢谢哈六伞的玫瑰，感恩之心 ，Hello 感恩之心，还是马要比较理性，还是马要比较糗呢 ？Chris 水雪思涵，纳豆敢吃干的。干的纳豆，干的纳豆好吃吗？冷静，慢慢说。美玲晚安，嗨思涵 ，Jeff， 今天辛苦了。今天什么？今天辛苦了。就这样而已啊，就这样而已。わやまさんの部屋の方が明るいね。あ、そうなの。しかもね、あのね、ミレちゃんのおばあちゃんがさっき、あの美玲的奶奶刚刚煮红豆汤给我吃。然后还有那个烤麻薯的甜点有多好，好好，有家人在这真的是很棒。你看，这个是美玲的奶奶做的吗？我不知道，烤麻薯，感觉很好吃。あれ白いよ。めっちゃ白いよね。いただきます。有很亮吗？超亮。我是真的勇哥，但是我认真向我朋友。推关麻油但只推啊，怎样啊，我哪里不行，哪里不行，要真推啊，全部不行，烤麻薯好可怕。なんや、ただ飯食いに来ただけなのか。バレてしまいましたか。うんふん、もちろんふん、揚げ餅みたいだった。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ね。ごま団子の皮。ごま団子の皮。どういうこと。うん、ごま団子の皮。ごま団子の中ごま入ってないバージョン。ああ、わかる。今天你不是型男大叔叔吗？对啊，在电视上面。カニさんのコメントに思わず声出して笑ってしまった。ご飯ただ飯食いで来ただけか。今天的光是有点太白，皮肤だけ。烤的给啊，烤的给。麻薯终于被烤了吗？对，因为它太欠揍。我要烤麻薯二号，烤起来。嗯，大主厨吗？等一下播完再说吧，因为我怕我会爆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でした。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かったです。ミレイちゃんのおばあちゃんのところで無料のお汁粉をもらったのか、ちゃんとお金を払おう、今ちゃん。愛情で払っておきます。可愛。我再试试推关麻油，但是不知道美玲会不会骂我。何が？他的朋友想，勇哥在让一个朋友真推麻油，但是他坚持只推美玲。然后勇哥在很努力的让他喜欢上我，但是他勇哥不知道这样做美玲会不会生气？生气啊！可爱。可哇咪丹呆，可哇咪丹呆，可得。马友的新发型很好看，哎，我正在要把那个双马尾，因为今天是2月2号，双马尾之日。然后等一下美玲也会绑双马尾，我不要。ゴムいる？ある？あるよ。でもね、色違うもん。まあいいか。可愛的神奇。Hello， 愛貴仔。Hi， Jun。よ。はい。谢谢小五的真情告白，开心。やって。谢谢你的告白气球。问一下，你跟小三美玲说日文会不会？哦，会啊会啊，我们就是
对，我们就是讲一讲日文，就会有中文。やって、お願いします。哦，对了，我要谢谢你拍的那两张七七，很好看吧？对吧？不止两张哦。おにぎり食べたい。納豆も食べたい。え、どういうこと？え、どういうこと？え、なんで？白ご飯なんかいらないよ。納豆で白ご飯はもう。やばい、可愛い、無理、キモい。可愛い、可愛しくて死んじゃう。え、ね、これもしかして冷凍納豆？違うでしょ。汚いよね。すいません、お箸ください。いやだ。お願いします。手でこうやって食べるの。津波タン。啊，見慣れないな。ごめんなさい。納豆还行呢。Hello， 阿葵，谢谢你的 love。西瓜太蓝。海豹香葵太蓝。違う。ドンキのものを見せます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めといて。努力变胖。可愛い。努力小胖。可愛好久没有看 Mayo 的双马尾，对啊，因为我害羞。こちら二つ結びしたの何年ぶり？じゃあ三年結び三結びして。サザエさん。サザエさん結びして。ああこれやばいね。別注。そうやってトルケン女子なんや。じゃあどうやってトルケン？真ん中からトルケン女子。意味がわからない。こっから取るよ。そうなん？でも一緒じゃない結局。いや汚れてが。え手汚れてないよ。いや汚れてる絶対。舐めて。舐めないよ。みれちゃんもついてるね。对哟。对哟じゃない。恭喜你们有吃到最后一道。哎，真的是快播完了。麻油双马尾超可爱，谢谢你。嗨，伟哥。呱呱。これ何これ？ピンク字を指で押さえて矢印方向へ引っ張ってください。こういうことね。ねえねえこれ麦入ってるよ中に。絶対美味しいやん。麦入ってるよこれ。絶対美味しい。いただきます。对，唐吉诃德的纳豆。纳豆，可愛い。为什么？好吃哎。え、ねえこれワンチャン冷凍だよこれ。シャリシャリしてる。ワンチャンね。子供みたい。いや楽しいね納豆は。あいいねこれは。可愛 いですね。谢谢一个人的草莓草莓。下好好意谢谢你的加加仔玫瑰，不用加点酱油，有啊，我刚刚有加。ワンちゃん晩ご飯に晩ご飯に聞こえる問題。え、どういうこと？ワンちゃんが晩ご飯に聞こえる問題。聞こえんわ。え、なんかさ、日本の友達もさ、ワンちゃんじゃないよ。ワンチって言うんよ。それは嫌だ。ね、アンチみたい。たださん、超市有卖。ワンチ嫌だ。あ、いただきます。え、バリバリ白い。あ、いただきます。あのね、180回待ったらいいらしいよ。え、マジで？今多分80回ぐらい待った。180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耐心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五十，差不多了吧？为什么要找180次？私はおにぎり食べる。おいしみ、おいしみちゃんだよ。ねえ、入らん。辛い。美味しい。うまい。好吃。口開けたらダメだよって言われた。恵方巻き、あ、鬼ワースとくじふじヘデンね。あれ。納豆好吃，マジでうまい。しかも麦入り納豆とか初めて食べた。
不会臭，很香。あ、え、待って、納豆あるんだけど、納豆みたいに投げていい？今天是节分，节分，节分之日，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杀豆子。可是我只有纳豆，所以可以杀纳豆吗？Aaron Judge， 嗨，伟哥，这是呀，うまいんだが，おいしいんだが。ねえ、もう始めていいかみんなに聞いて。いいよいいよいいよ。メリン。メリン可以开开了吗？メリン可以开直播了吗？まあ、有吃恵方巻きでも没有、全然没有。え、こうやって置けるくらいにこう置ける。置ける、全然置ける。ただね、36% としかないという。あ、でも 59% になってる、いつの間に。あー、チキンラーメンか。ここに置くの。でも多分光はあるよね。ある。ちょっとずれる。ずれれるとこに。ズレるでもいいか。コンチク。コンチク。シャシャナドラ、シャナド。不是シャシャナド。うん。鬼はあそこ。やめて。なにこれ？なにこれ？豆巻き。豆巻き。千は豆巻き。千は。え、千？千は。我们是え、那个结婚。美玲奶奶给我豆豆。やめといて。鬼は。これどうやって、これ納豆に入れようだ。美味しいんかい？知らん。絶対硬いよ。じゃあ、カタカタして。サナ豆、对、サナ豆。因为我们今天、日本有节、那个、今天是节分。要撒豆豆。嗨、小智、谢谢你的草莓。嗨、田中。我要被杀出来了。あ、对、年の数だけ豆を食べなきゃ。あ、もう食べたね、今日絶対。年の数以上。多分200何歳になってるわ、これ。今日。暗くね？暗くないんかと。我在这里。くそ、なんか人が納豆食べとったら臭い。小三是台日混血吗？不是。不是、他的奶奶是台湾人。1時間早めた通報します。いつも遅刻するから今日は早めに。やばい。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ウルトラマン、谢谢你的草莓。ハロー天丼、こんばんみ。え、ね、もうこの3個全部今日中に食べ終われる気がする。それは食べれるけど食べない。こっち置きたいわ。いや、こっち置いたら無理やわ。こうするわ。なんでオレンジに私の携帯こんなに。多分さ、これだよ。やって。あ、間違えた。ほら、それもマックスにしとる。あ、ダメだ。多分50ぐらい。見てみるわ。42。多分あれじゃない、携帯自体の。携帯か。同じ携帯なのにね。うん。間違った。痛い。いや、まゆちゃんの綺麗なんやって。明治じゃない？これも一緒ぐらいやん。ほぼ一緒やんけ。何やねん。一緒だよ。何やねん。あと3パックぐらいないの。あーちょー、ハロー。ニーハオ。あと2パック。2パック。2パック。2パックです。はい。年の数の豆食べていいの？コーヒー豆、いいよ。いただきます。食べれるなら。每天在哭。今天真的有去弹吉克的，真的有那种回到日本的感觉。感动的，感动的是那样，本当に。本当に。我们一直在那边就是讲日文，然后所有人在看着我们。はじめましてクラブ。中間にが浮気してる。いや、こっちに浮気してるからね、言っとくけど。
だどっちも浮気されとるよ多分。多分間違いない。だってリンリンだから。リンリンだもん。リンリン推しだから浮気だから私たちね。シャオさんだもん。シャオスーだもん。あ、うまい。めっちゃうまい。え、これもう今度爆買いします。これ。它韩剧快乐要买那个梅子饭团，不是梅子，好吃，好吃啊！マジで美味しいね。对，ちゃんと梅が日本の甘い。韩剧快乐的，我小五号了，你是二号。で、アイドル二人晩ご飯食べてるとこ見なあかんの。めっちゃブス。今日は一緒に晩ご飯を食べようの時間です。でしょ？うん。大家一起吃晚餐。大家今天吃什么？联播しようよ。貧乏？貧乏？联播。これで？これで？それはすごい。あ、ドンキの店員さん日本語わかるよ。韩剧客的那个店员都会讲日文，为什么？很厉害耶。这饭团，饭团我好像那全家卖的。真的吗？全家有卖吗？こっち見て。ハルさん今日 STU の公演どうだった？好像大客很多吗？谢谢。三碗玫瑰。便利商店的量很大。哦，对，这个真的很好吃。恵方巻き食べたっていいな。これでも恵方巻きに近いよ。じゃあもう喋ったから願い叶わないよもう。ダメだよそんなこと言ったら。わはは就好。食べて、わはははは。願い事した恵方巻き食べるとき。でもさ、今どっちの方向向いたらいいか分からん。適当。STUのメンバーキレキレで踊ってたよ。わ、私も次キレキレで踊ろう。谢谢送我告白气球。わかる。うまいね。美味しいよね。これあと3個ぐらい食べれる。うん。少ない。3個ぐらい食べれるよね。うん。もうちょっと欲しかった。これさ、炙っても美味しいね。美味しそう。もうこれのために今度がどうしよう。阿春路过，超哥小泽，这是在长吉客的买的梅子饭团，好吃，推荐你们。STU 見てより TP 見たくなった。来て。これは南南東らしい。南南東。エムさんアイライン濃いな。あ、そう今日アイライン濃いとってようわかるな。はい、ミンジン。ミレちゃん、ハイルさんと話したい。早くミレちゃんに話して。谢谢送我玫瑰。没关系、不客气。我帮你讲另 MJ。美丽列正的问：可丽饼正的正的很难，怎么正的难吃？好，他好像吃，哎，没有吃完，我没有吃完。那么他有吃，应该三分之二，然后我只有吃了一，因为我的有香蕉跟生巧克力，所以就是可以吃香巧克力跟香蕉，但是没有的地方就很难吃。对，然后我好像吃生巧克力，就全部都卖。八十二号双眼，你开。マジでまずい。マジでまずかったよね。なんであんなにまずいの？为什么可丽饼可以那么难吃啊？本当に真的很难吃。不可以吃。对不起。でもどこか行ってないよね。でも中山と言った。中山の可丽。でも中山2店しかないんだよ。クレープ屋さん。那就是不要去中山的可丽饼店。啊，可以。Ted， 鳄鱼。你改好了，你乖，最乖了。那么我朋友说那个家很好吃，我吓到，所以可能是看他没有吃过更好吃的吧。嗯，所以是就是看每一个人，我也不一样。什么？哦 ，spy， 鳄鱼啊，これ多いみたい。私白ご飯と一緒に食べる。マジで？嗯。タワグタビー。嗨，小哥大叔，想好西洛库吗 ？Hello， 我在美玲家。然后我今天去坦吉克的，然后买了很多饭团、妹子饭团，还有那个纳豆，这个呢？
那都还有チキンラーメンちょっぴっとだけ好きだだだテッドテッドチキンラーメン。然后我等一下要跟美玲一起吃这个麻薯。あ、しかも麦ご飯だ。健康だ。納豆ですね。何それ、今日のめいちゃんいつもと違う。なんかいい女感強め。どう？サンマーウェイだ、マヨ。我不好吃。好。你不好。大家对不起，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回来了。烤麻薯又吃麻薯，麻薯苦苦。我就喜欢麻薯。看到饭团还说很咸，有猜到是冬季的。大家早。所以的一零个过格。十大夜市呢？好多。十大夜市啊，说的呢，东门那边对不对？十大夜市，听说有好吃的，但是我没有吃过。还要把土豆撒出去。对呀，拜拜。哪里的可丽饼？是中山。今可丽饼真正的哟。你给哪？漂亮姐，哎来。あ、うん、かんくなったわミレイちゃんやマユちゃんならどんな風にダンスするのかって思ってた。マユちゃんのダンス言って。マユちゃんのダンスはもうなんかもうダンサー、うん、ダンサーだね。バリバリのダンサーです。もうやばい、バリバリのダンサー。はい、じゃあミレイちゃんは、あ、ちょっとミレイちゃんに挨拶してくる。はいはい、はい、コッキー。じゃあミレちゃんはバリバリの。え、ミレちゃん8万いるやん、やば。何8万って。8万やん今、私3万6千なんだ。違う、誰か送ってくれたのプレゼント。ジョンカニ、私にも車ちょうだい。谢谢ジョンカニ。你好、今天第一次来看。なんでレベル1になって。あ、違う、これ新しいやつやん。はーい、ね、もっと食べたい。はい、ザーナンメリー。はい、我是ザーナン。イエー、好想再吃一个納豆。食べな。渣男です。我是渣男。あ、有人问、美玲没有双马尾吗？没有。有啊？没有。会？没有，不会。会？不会。有人在美玲直播间送礼物的话，他会。那你送我礼物好吗？诶，这个人真会呢。嘿，酷奇。まゆちゃん、どこのポジションにいてもすぐわかる。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本当？ウレピオです。マイちゃんだってちょっとでかいから。でかいから。マイちゃんちょっとでかいから、すぐどこにいてもわかります。先送我告白气球是你吗？你说的吗？是吗？小五吗？对对对，所以你又把穿马尾了，耶！好，我跟你说，一个礼物，一个礼物，五分钟。什么意思？你没有讲就不算。五分钟。太之豪，所以我可以五分钟，然后五分钟过了就没有双马尾。可是你送我礼物，手动啊，淘气，谢谢你送我礼物。手动吗？手动。マジでする。して。送ってこんかと思ったもん。ダメだよ。小五有在支持你。ありがとうです。ハゲてる。だって。キモいなもん。ちょっと長度。谢谢 Cake Study。ちょっとその頭髪。头发的长度。长度不可不好看。不好看。没关系。不好看。没关系。你旁边的人好看。嘿嘿。私の顔が炎上するわ。顔が炎上。顔が炎上。納豆食べていい？もう食べな。可以吃。納豆は健康な東西ですので。え、ね、レタス約1個分の食物繊維も入ってるんだよ。はい、健康ですから。可以再吃一个吗？に納豆が手についた。それは臭い。臭こ。コメントできないってハリさんがもうそれはすごくもう寂しいでございます。新幹線。新大阪に着くからコメントできなくなるんだって。もうそれはもう本当に悲しみのな悲しみ。啊啊！一年前昨天被麻油掉哦，真的、哦、是今天吗？啊，一年前的昨天被麻油掉走。很棒哦，我们一年快乐。我多厉害！我多厉害！我多厉害！我要双马尾，哇！哈哈哈！今絶対不細工だったでしょ。私の顔こっから映ってたよ。はい、双马尾。
やだ、ブス。再次一个纳豆。那现在13分，那我20分钟没有刷。啊，優しい。7分になったんだ。你们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啥，很像幼稚园。没有，那你那个。幼稚园的学生。那个。もう一個食べる。やばいって。やばいってこれ。これやばいな。やばい。滚动丹丹的传说。Hello E。ね、キモいって。可愛みたんなんだか。ちょっとこっちにも来て。待ってこれ可愛くないよ。可愛い。キモいんだけど。何このヒュンみたいなキモい。我不行，我没办法。ただいま。我可以说自己的双马尾。好恶心。うまみ。めっちゃレアなツインで。え、真ん中から取るってどうやって取る？こうやって取る。そうそう。誰かの方が手汚れるやん。取れんって。こうやって取る。うん。取りやすい。嘘ついた。しかもこっちの納豆取り、納豆あの。いや一緒一緒。一緒やん。端っこから取っとる人初めて見た。いやいや端っこからよ納豆は。何？シャンシャングシャングシャングハイガンライ。美麗的納豆會，为什么香菇没有来看我？要一定放几？哎，不对，美麗的納豆有，会要一定180，180次。哎，那我们来一起180，我们来一起嚼啊！这个一个人，不要，喂，一起来嚼拌。你的 dish 取ってくれ。不要，ありがとう。谢谢。什么都不要。待って待って，等等我。他说吃纳豆要搅拌180次。ただって何？可爱，你们变了，你的眼睛，你们去看医生。再戴个黄色帽子就变幼稚园。对，很像幼稚园。せの。一啊，不是一啊，不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五十一啊那一道啊那一道。九六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七十一二三七八九这八十一嘛那改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十一二三七八九五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六十五六七八九七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十耶！納豆落ちた。素晴らしいよこれほら。じゃねん。じゃねん。え待って見てる人減ったか。納豆が納豆のせいで26,000になったよ。納豆のおかげで5万元だよ。5万元じゃない。5万元。5万元納豆。是不是你们想看納豆？纳豆真的能像动画一样久伴着是吗？加油！小编雨林来了，哎，雨林，扎雨林，扎雨林，扎雨林，小编不要吃醋，死了哟！你会吃醋？因为对不起，我是渣男，对不起。我摸了。阿妈在做运动，拜托。納豆はね、白ご飯ね。じゃあ白ご飯一口ください。はい。いいの？もらってもらってね。じゃあなんです。一口ちょうだい。ユリンじゃあなん。あ、もうスーじゃあなん。よ。マジ言ってる。この前じゃあなんみたいな話しとった。あ。いや私で向こうはザーニューだから、じゃあ私たちあ違うマユ。じゃあマユちゃんとはマユちゃんと別れてみたいなこと言って。いや私はごめん、めいちゃんは本命なのでごめん。かわいい。谢谢给个小草莓派。大杯、中杯、小杯都在了。没有。搅拌成这么顺吗？但是很酸。大杯。说很酸。大杯。奶茶，大杯奶茶。我是大杯奶茶。嗯。大杯奶茶。拜。
色啊。可是我现在变成小杯奶茶，然后雨林是中杯奶茶。变人，你不是小杯奶茶，你是雨林中杯，雨林中杯，你是绿茶。你是啊，乌龙茶，但是乌的乌是那个没有的乌。ね、なんで。トマコです。ね、美味しいね、やばい。セクハラやん言われる。こんばんは。カラス欲しかった。確かに。いや、私なくてもいい。建哥、谢谢你的草莓。好吃。ハリさんが納豆を食べてる姿にキュンとしてしまった。もうすごく変態だね、それは。ハリさん変態事件なんだが。ハリさんは変態だよ。変態だね。なんで180回混ぜない？え、はい、180回も美味しい。全然奶茶。他是小杯奶茶的样子，我是大杯奶茶。他是他说的，他帮我取绰号。ハリさんがバレたって。もう100回ぐらいバレてるよね。大杯奶茶。嗨，杰哥。纳豆好吃，有人说吃纳豆的样子有点心动，真的是变态。嗨，瑞ちゃんの前に、ゆりんちゃんの前にセクハラしてたよくないだろ、没关系。ゆりん、ゆりん变态。そうだよ。マジ。君たち本当に変態だからな。こちらもな。どこが？どこがっていう人が変態なんです。大杯全奶奶茶。他帮我取了绰号，真的是没礼貌的孩子。我是中杯啊，没有小杯。你不是，你是特小。咩？ミレちゃ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み。メリンスウーロン茶。纳豆真的好吃吗？什么意思？纳豆？嗨，我不要好吃。再见。已经二十分了。为什么你不要双马尾？今天是双马尾之日哎。我不要。特小，对，特小。哎、欸，特小，我估计特大了，刚刚。特大了。すべてにおいて大きいです。え、奶茶が大きいです。做马友你价低好，价低好，家庭家庭好，家庭好，什么意思？你家庭好啦，什么意思？家庭好多一个多，不行，怎么可以有人比我更变态？谁？变态起来！没有，我最变态。口子里的，嗨，我最变态。口子里有的口子，我最变态耶！我知道，阿哉阿哉，啊不是，哇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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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语，你是笨台，你是笨台，大笨台，你是大笨台。那都哎、欸，我不喜欢盐葱，啊不喜欢葱。嗯哼，好吃。小虎说：“妈又可以形容一下纳豆的味道吗？像台湾的什么食物？”なくない？パパガチャ。那是臭豆腐。他说：“爸爸的脚哎，那是臭豆腐。”没有，没有，这是有一点点甜甜，甜甜的。不是，他说我地上的味道，不是，那都根本不是我地上的味道，拜托，他就是我地上喷香水，不是啊，我不想吃了，为什么我现在吃我地上的嚼嚼的味道，然后说好吃好吃好吃，你是阿拉恐怪，他有喷香水，那马友会长台语真厉害，这下。消腰，这是哎、欸，他阿他妈恐怖，你知道吗？拖卡拖卡。妹ちゃんの汗の匂いだって。緊張。妹ちゃんの汗の匂いマジでいい匂いだから。妹ちゃんの汗匂ったことないもん。美玲怎么会知道おじさんの味？啊！美玲怎么会知道我？路上那个。所以你就是路上走一走的时候，就是偷偷闻我地上的味道就对了。你在电车里面哦，我地上哦味道。偷闻一下，偷闻一下，就是这样，就是
例え。どうえ、はい、トイレ。嘘。はい、エディ。メリンちゃんの味道。我没有喜欢的味道。他是逃课秀头，逃课秀头。気持ち悪いって言われた。あ、そうそうそう。他叫 Peggy， 不是秀头吗？今天迟到，对不起，没有，我只有早开而已。你很喜欢吃纳豆啊？对啊，超喜欢。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吃纳豆，我今天吃了两盒哎。My， 吃完了。はい。美味しい。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好吃でした。じゃあ今日ドンキに行った感想を。今天去唐吉诃德的感想。好，我们一起讲。就是有回到日本的感觉，但是好像也没有到很大。对。我说就是商品也很少。有一点失望，对不对？对，有点失望，因为我以为会有更多商品，结果没有那么多。对。其实零食也是其他那什么大创啊，或是家乐福啊都有卖。所以。ポテトチップスめっちゃあったよね。嗯。洋芋片，对，洋芋片的那个种类很丰富，但是其他都还好，就是其他好像在哪里有看过，也没有卖的很便宜，所以没有很想要特别去买零食。今天花了480。他是买那个明太子什么美奶汁，大家我要明太子美奶汁，所以那个很贵，180对不对？160。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明太マヨネーズ。これちょっとピュッてかけて食べてみて。絶対うまいんだけど。因为你们看过日本的唐吉诃德，对。这超好吃。明太マヨネーズです。明太マヨ。明太マヨです。マヨ甜的豆花，我在日本的时候爱吃，然后这个吐那你啊吐司，吐司。嗯，吐在吐司在烤，它超好吃。我知道。えねえ聞いて、大さじ1杯あたりにさ96カロリーもあるよ。どうでもいい、死んじゃうよ。カロリーわからない。这样不容易吃太多东西。那你喜欢哪个日本艺人？じゃあ食べる大さじ1杯。マッケンユ。大さじ1杯食べる。いやそれはやばい。96キロカロリー。やばい、それはやばい。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ね。明太子マヨネーズ。聞いてね、それさ明太マヨこれかけたの絶対美味しいよ。ちょっといや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すげえ甘いもんこの団子。これもう早く食べたいから食べ終わって早く。待って。要吃东西别考虑热量了。如果是我是美玲的话，我就不考虑了。待って超好吃哇哦真的。我想甜一点点，甜一点点。大家一定要买这个，真的很好吃。ミレちゃんパパまだ若いから、いやパパの足臭いよ。これさ、应该是烤香料然后再涂这个。あ、美味しい。香料、あれや、あれやな、あれや。马铃薯明太子。あれや。马铃薯香料吐司。あ、これマジで美味しいね。あとあれだよ、あれ明太子乌龙面。一定是这个。お久しぶり、美ちゃん。Hello， 红梅。为什么是美玲就不考虑了？因为美玲很瘦，所以不用考虑热量。但是我不能啊，我今天我不是我是要考虑热量，不然我吃一吃真的会变成。ベイマックス。マヨネーズ、マヨネーズを納豆に入れるのか想像できない。味は臭いだろう。いや絶対美味しいよねマヨネーズ。マヨネーズ納豆美味しいよね。いやマヨネーズ白ご飯も美味しいんだから。あそれは無理。美味しい。デブカツ。部活、え部活、不動明太子、え、ね、あれ、はい、バイヤロ、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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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因为美玲小杯你特杯、怪怪的、所以麻油很怕、你闭嘴、你出去、闭嘴、你滚出去、カロリー気にしてる人の方がね、デブいって知ってる、もうそんなこと言うから嫌いなんだよミレイちゃんのこと、もうこれビューってするよ、さっき買ったばっかりなんでビューってするよ、もう全部使い切るよ、ダメ、もうそんなカロリー気にしない、じゃあカロリー気にしません、これもう全部一本食べきります、食べきります、我吃掉、给我。
嗅いで納豆匂い。哎、我们要看陈哥主持的《请南大逐出》，没关系，就是我们要还有还会播放的、啊，我觉得。YouTube 出来就要唱，麻油当然胖，全国最想胖啊？哪里？你是变态啊？大家好，滚去美丽那边，可以去弹吉科吗？弹吉科的，弹吉科的，因为不用排队，真的现在不用排队，真的不用排队。我们去差不多五分钟，而且四点的时候，下午是五点的时候去，还不用排队。对。以为是要排一个小时，对，结果就是排了十秒就可以进去了。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有去，那时候也是不用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哦，有芝芝的，そうです。だよね。ねあれあれが欲しかったの。哎，他说刚吃完纳豆，所以不太敢涂口红。果然是，然后全部都买吃的吗？哦，还有这个啊，你看，水肿娃娃，水肿娃娃，对，为了是被谢谢命的告白气球，也不是，我觉得应该对台湾人来说应该是很开心，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无聊。对，真的就是台湾人去有一种那种出国去日本玩的感觉，但是我们是本来是想象的那个跟日本一样的弹吉科的，所以有一点小失望。对，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可以去，真的，你错过了吃纳豆时候的麻油，真的其实买很多很多东西，在水肿娃娃是这个是39块，而且大家可以买这个，真的很好吃，我昨天也买了这个，很好吃。何これ？みたらし団子？烤麻薯。白玉麻薯，白玉麻薯，金感好吃点，金感抹茶的超好吃，再来一盒，纳豆真的很好吃，哎，纳豆啊，これだ。那个茶色的，上个礼拜华视频道有 live AT， 对对对，麻油酱表现的很棒，谢谢。我是觉得美玲也跟我说，就是16个人跳舞，真的有 AKB48 的感觉。对啊，我觉得就是 AKB 一定要在16个人上舞台，不然没有那个感觉。对啦，但是说实在就是很难啦，就是。待ってこれ抹茶の味だ。昨日食べたのみたらしだったよ。これ抹茶。抹茶みたい。買ったんだね。うん。2個あったんだね。知らなかった。これでもちゃんとさ、拭かないと納豆の味になっちゃう。納豆パンじゃない。納豆団子になっちゃう。あのお餅いくら？なんだいくらだっけこれ？45。45块。納豆好像三盒75块吗？好像是吧。3盒75块的納豆。麻薯。烤麻薯是45块。很好吃。これは芝士麻薯。抹茶お餅。お餅だよ。很好吃的。いただきます。モサコ味的。この一番美味しいところあげ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番デブいからね、ここ。ね、ここ一番デブい。あ、納豆ご飯に入れちゃった。あ、それ、それやばい。もう納豆しちゃってる。納豆なってる。ネバネバしてる。すごい納豆なってる。すごいネバネバしてる。あ、待って。苦い。に抹茶がでしょ、ちょっと。昨日のやつはみたらしだったの。みたらし食べたかった。美味しい。団子が好きこの。怎么是这个表情？因为我以为是那个叫什么照烧口味，结果是抹茶口味，所以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好吃了。你今天的眼妆很漂亮。谢谢宏伟的欣赏。谢谢你。ドンキにいて何をするの？特別買いたいものは何もないけど。あ、コテ買いたかったの。你没，就是我不知道。下次拿豆子这个的吧 ，OK。麻油要变麻油，麻油。麻油要变麻油了，你是谁？雨林的粉丝です。对，只能说台湾终于有又够大的舞台可以表演了。包括美丽演艺会也会，我想去，好不好吃？好吃。
吃？意外とお腹いっぱいだね。めっちゃお腹いっぱい。あんまり食べたくない。なんかちょこちょこ食べてのお腹いっぱいなんだけど。ポテトチップス食べたくなってきた。え、ピザポテト買えばよかった。ね、思った。チキンラーメンあるよ。いらない。諦めた。マヨ本来就是麻油啊。不是果果的。雨林走了吗？你帮我问一下。雨林走了吗？你帮我问一下。雨林走了吧？走了吗？我很忙。那是是高马尾吗？有点麻烦。啊，张雨林开直播了啦。要不要张雨林连播？然后张雨林一起。连几块？好累哦。很好笑。ねえ、前髪パックンコなんだけど、これなんでやねん。なんだけど、お腹いっぱいね。おばあちゃん食べるかな。置いとこう。とりあえず置いとこう。休憩休憩休憩。太饱了。我刚吃完那个凉盒。连播してほしいだって。じゃあ、たった十分钟。然后看看，我要关掉。突然关掉。ラーメン食べたい。食べていいよ。何？三つ結びしてんじゃん。三毛え。え、我们也在吃え。我们也在吃。这个好吃。那是什么？白玉太多。白玉麻薯。笑的那么开心。你看，超多，我很像卖的、那個，感觉满百了，眼皮重了，太多了吧，想睡觉了。要吃吗？好啊，雨林外送，我等你来。今晚想来点雨林的什么？那是什么？白玉麻薯吗？三色蛋糕，三色团子。这不是日本的东西吗？对呀，三色蛋糕，酱，三色蛋糕，快点快点，三色蛋糕，快点，吃饱睡饱，好，没有好，快点快点讲，快点，三色蛋糕，你很烦哎，快点，我帮你打，我帮你打，我帮你打他，三色蛋糕，哎，快点借我一下，借我一下。她是小三妹妹，我的妹妹呢？小三，她是小三，她是渣男。你是渣女，她是渣男。那这个是？啊、对，那这个是？那个是什么？大奶茶，大杯奶茶。三色蛋糕。不要，不要闹！她叫我跟林姐点播。可以哦，不要了，不要闹，四个雷击，林姐等一下会是傻眼，快点，他要把我们吵死，我当时渣男一个了，你怎么过的生？不好，快点，快点讲，快点，没办法，算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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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行，不能看，我不能看。开车车，你在干嘛？为什么你要双马尾？他刚刚也有双马尾。因为今天是二月二号。哎、欸，我也有双马尾。我刚刚也看到你双马尾啊。我没有。在。那、啊、你怎么拍的？因为不好看。不好看。很丑。OK。OK。你知道就好。OK。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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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또쓰레기가어디서볼까이거맞다니미대요또또맞다니미대요또또有마요重量杯奶茶雨林的不够看重量杯张雨林的粉丝说张雨林的粉丝说麻油的重量杯奶茶，你们太吵了，我不敢看。哦哦，你去看啊你，奇怪。
旁边的人太吵了，我不敢在我自己的直播间聊天了。一起三个人一起聊天，连播连起来。林杰，定山中杯，林杰来吧。美玲酱陈小梅，林杰吗？来哦，来哦。雨林，我们玩那个快问快答，快问快答。跟我玩吗？啊，对对对。我问你们两个，然后你们回答，啊、然后换雨林问我们两个，然后再来就是换美玲，对对对，好，这样可以对不对？好，那我先喽，我先喽，好，你们要很快很快的回答哦，好，五秒五秒内、好，今天的早餐是什么？我没有吃，我玉米蛋，什么？玉米干蛋，好 ，OK。雨林要问我们，好，你要问我们。我问你们，你们现在在干嘛？直播。吃纳豆，吃纳豆，吃完了。还要纳豆哦？我吃了两盒纳豆，臭臭纳豆。哎呀，我刚刚有听到小沙美玲说纳豆的味道像什么什么谁的脚？哦，没有，他说我鸡上的味道。然后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讲，他刚刚说他有人问他说，那有闻过耳机上的味道吗？然后他就我问他说，那你是不是就是坐在捷运的时候啊，或者是路过耳机上的时候，他是偷闻耳机上的味道，才知道耳机上的味道是怎么样？然后他吃纳豆的时候都会想到耳机上的脚脚，然后觉得很好吃。哎呀，耳机上喷香水的味道。No. Oh my god. 好，我要问你们。好啊、哦。好。不是我讲话，好不好？什么？快点！快点啊！进啊，进啊！何言？干你呢？喜欢你喝醉了。好，我知道了。那你们喜欢美玲的哪里？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没有。对对，没有啦。我毛巾，毛巾，美玲的毛巾，老子头脑，头啊，他喜欢我的头脑，谢谢。啊，你很笨。你们两个阿他妈恐怖力耶！你家阿他妈恐怖力。那马友想，马友喜欢美玲的脸很小的部分。所以，那所以喜欢真的屌的要么细一点的说。喜欢你的鼻头。哦，鼻头漂亮漂亮。谢谢。喜欢你的鬼脸，喜欢你的鬼脸，喜欢谁的鬼脸？鬼脸雨林的吗？不是，喜欢美玲的鬼脸。雨林也会鬼脸对吧？你也会鬼脸。哎，粉丝们说想要看美玲的鬼脸哦，明明就没有这个留言。叫大脸鸡。哎，要换我，换我。那鼻头粉刺不是鼻头粉刺好不好？哎、欸，那我也要问这个，喜欢马友的哪里？奶奶，奶茶。Yeah! 好，那我关播。好，那我关播了，拜拜。除了奶茶以外的部分都没有，其他都没有。好，我不用脸，我不用头脑，我不用怎么样。眼睛跟奶茶，眼睛跟奶茶。那我以后开奶茶店好了，麻油的奶茶店。可能是很多人会买。一杯一定很多、那個，一杯250，好贵，250，很贵，加点麻油。什么？上次我的粉丝都是那个打点点点点点点，就是打说我也喜欢。开哪有你们不要装了，你麻油的粉丝不要装了。对，麻油的粉丝不可以装，是不是？你们也是的吧？再见。好，欢迎雨林，欢迎我们。好。
好，换我。嗯。啊，等一下，我思考一下。我思考一下。雨林，雨林，雨雨雨雨。你们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首歌？猫。猫。我们跳过的。啊，是 AKB 吗？制服的抵抗。肚子。我们跳过。制服的抵抗，我最喜欢。嘟嘟嘟嘟嘟嘟。真的吗？你最喜欢制服的抵抗？我喜欢嘟嘟嘟。对，什么？啾啾啾是什么？嘟啾啾，嘟啾啾，嘟啾啾，嘟啾啾。你简直算算是一只嘟啾啾。那制服的你看呢？怎么掉？赵宇哥，谢谢笑笑的出掉制服。穿着，穿着，穿着制服。哎，我们三个也可以跳这首歌哎。对啊，来。刚好号码不一样。来一场。什么来一张 ？No，No， 跳的还行。那个啊，卡勒贝罗，那有日本的，我们可以都是麻友的奶茶店。谢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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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吃什么？中午吃没有吃啊？好，快点，那换你了，换你了。那你们最不喜欢我的哪里？不喜欢你的。不塞，不塞。你的幼稚，我认真想想，幼稚那个啊，我不喜欢他的吵，在路上发神经的那个，他的脚很吵，很吵，你真的很吵。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们最近超爱去打飞镖，然后呢，他在那边。真的没有打到那个他想要的，这可能就是瘦歪一点点，他就啊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射中了，射到那个红心，他就耶的，然后就讲话也是超大声，然后那个飞镖点真的很小很小，在那边大声，然后我真的想要装不认识，你知道吗？真的。可是我走在路上也很可怕。可是我相信你也很吵。没有，他还好。对，我也很吵。不喜欢美玲，对不对？你在路上发疯？没有，上次我在路上发疯，然后他说不认识。他不是很正常吗？刚刚也是啊，我刚刚也是说你。那个声音太大了，这样他说哎对不起，然后那个对不起也是很大声啊对不起，这个时候你很吵。啊，我肚子痛的，肚子飞镖，谢谢洋洋的草莓飞镖，哎，就在那个那边，美玲很幼稚，对，很幼稚，美玲很幼稚的，幼稚鬼，幼稚鬼的。没有要翻身的那种，对不起。有有有，很不好意思，但我的嘴巴还是就是没办法学。なんでこれ起きないんだか。今日からみんな幼稚から乗ってたか。你的照片。納豆臭い。納豆臭いよね。洗ってくる。那我两边。快点回来，快点回来，让我们很尴尬。有一点 ，yes， 还回来了，来了，来了，很棒，是中杯，好不好？那个，有，我不知道它，双毛尾，谢谢，就很可爱，没有双毛，这个双毛尾有几个？什么？那你过来，有及格吗？及格吗？什么意思？合格？有合格吗？没有。没有って言われてますけど。我的朋友还好吗？他没有好过，没救了，知道吗？这样美玲变得比雨林还幼气。呀呀呀呀 ！No！食べて。Hello， 大家，我回来了。雨林床单抱枕玩偶，可以啊，如果有的话买起来。なんか変な髪型になった。早かったよ。会办。雨林的朋友怪怪的，对，我的朋友都怪怪的，可爱团的人都怪怪的。哦，哈哈。没有吧？可愛い可愛い。
你要说卡哇伊，快点。但是我的那个手机店，你要说卡哇伊，快点。我好像边充电边开直播的话，没有卡哇伊，就是有点。你要说卡哇伊，会卡住。你要说卡哇伊，卡哇伊的，卡哇伊的 ，no。我教你一句，你就刚刚说 kimoi 就好。啊 ？kimoi。kimoi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kimoi 就对了。你不用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好可怕！こっちにも来て、こっちにも来て早く。今日のミネタン、今日のミネタンだよ。今日のミネタンだよ。バリボス。真的很丑。为什么你在这边可以表演，然后这边就不行了？今日のミネタン。马友好坏，真的好坏。卡哇伊的粉丝也好坏。这里你看，这里有人说卡哇伊耶，点了。骗子，妈又在乱讲。雨林，还记得刚刚教你的吗？快乐下耳。雨林还记得吗？可以哦。雨林还记得刚刚教你的吗？什么 ？Kimoi。Ki 什么 i ？Kimoi。没有，卡哇伊。没事。Kimoi。Kimoi， 对对对 ，Kimoi 就是卡哇伊的意思啊。不是，怎么觉得怪怪的？没有没有，真的啦，真的啦，就是大阪方言就对了。美，想问一下美玲，怎么突然玩传说对决了呢？是被雨林影响吗？没有，其他朋友说就是要下载，然后好，那就下载吧。下载什么？传说对决。待って待って、いらない。传说。待って、いらないから。待って、いらない。ダメで。やんな。传说。勇哥，被拒绝了。对，传说对决，很好玩。那传说面白いよそれ。面白いやる？动身动身，我不会玩，我不会那种，不会玩那种打架。等一下打一局。好。大阪方言对，嗨，不要死。可以。谢谢送我草莓。我知道 Kimoi 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恶心的意思。不是。没有了。那是大阪方言的卡哇伊，不是不是，是大阪方言的可爱，是吗？真的啦。后来日本的传说对决可以下载吗？我还要 Kimoi， 気持ち啊，酷，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了啦。是什么意思？是，我知道了。说什么？笑什么？一定误会啊你！我知道了。什么？什么？哈哈哈哈哈！哎，有人说一脸震惊讲的话，马友也提莫伊，他是马友提莫伊。哇，你们真的好提莫伊哦！那个屁屁みたい屁屁，こういうマヨネーズ可爱。嗨，飞哥，宣扬。我没有提莫伊。我还不会下载日本的 APP， 怎么办？亲自无双。这么开心哦，你一个人比较自由，都那么自在。雨林，你啥？日本语教えるのしよう。好，我教你日文，我们教你日文，好吗？哎，对不对？哎，你看今天的麻友耶 ，Kimoi 哟 ，Kimoi， 是美玲吧？你们有想过累积的感受吗？好像也是。累积哈，卡哇伊哟，卡哇伊。他不敢说 Kimoi。我不敢，我不敢，我哪会敢？哪会敢？哈哈哈。只有小山美玲才是 Kimoi。No no no！ 哎，我在想要招什么？我不行，我真的，我真的不行，这个很不好看，很像那个那里面那个阿妈，我可是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雨林雨林，我教你打妈嘞，打妈嘞，打妈嘞，哎，对对对对对，打妈嘞是什么意思？哎，说的好的意思，你说的好，啊，你这是在乱。没有啦，老妈的是老妈的，就是你说的很好的意思。Hello，
哦，谢谢你的小浪花。你们的笑容出卖了你们。没有啦。你要跟粉丝说打骂的，看打骂的是什么意思？大家打骂的是什么？打骂的、就是、没有没有没有，你要跟他说大家打骂的这样。对对对对对，你要说大家打骂的这样。还不要。这快点啦，快点，大家打骂的这样。他们告诉我了，你们打骂的。想问一下，日本在日本学校学生都会把双马尾吗？没有。还有还是有什么时候做出活动？没有，没有什么活动。你要放这里啦。ねえねえ、なになに、あと、ミレンを教えてあげて。臭い。臭いはダメ。臭いはダメ。臭い。臭い、臭い、臭い。マヨメイメイ、臭い。臭い、臭い。等一下。雨林、你要跟マヨ说、マヨ臭い。快点。はい、じゃん。じゃん。臭い。我真的不要乱说、你们先跟我说是什么意思。臭いは什么意思。很香。マヨ很香的意思。真的，快点！还是你要跟那个粉丝说，诶，西兰西兰克赛这样子。他们告诉我了。你真的是诶、欸。古赛，古赛是很臭的，不要乱讲，不要。古赛，张美玲古赛。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个我犀利。我犀利，我知道。啊，你知道。啊，对啦，是卡层啦，卡层。我是你大好きです。我是你大好きです。什么意思？没有没有，雨林的我是你大。雨林的我是你大。今天学到了，今天学到了日文很厉害。我是你大好きモイ。たまれ。たまれ。たまれ。美丽有问过麻有味道吗？闻过。很香，臭臭臭！ねえもうそんなん言っちゃダメだよ。臭臭。哎，他们叫我教你们台语。好吗？但不好意思，我的台语很烂。你的台语可能比我好呢。嗯，是变态。嗯，是大变态啦，大变态。哎，是。